勤力喎，偉文，成台都係書。唉，三叔啊，常識科老師咧，要我哋班同學做一個專題報告，係就係揾到好多好有趣嘅資料，但係都唔知邊啲啱用。咁你專題報告個題目係乜嘢啊？專題報告嘅題目咧就係、是、昔日的香港，而我要負責嘅部分咧就係、是、香港命名的由來同埋香港開埠。正所謂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，你未有一本活字典喺你面前咯。係喎、哦，我呢個三叔喺大學嘅時候係主修歷史嘅喎、哦。三叔，你今次真的要帮下我啦。冇问题，我先讲咗香港命名的由来俾你知先啦吓。不过你又估下香港呢一个名系点嚟嘅？唔通香港以前嘅海水系香嘅？你都几搞笑噶、哦，系就系同水有关。等我讲一个有关香港命名嘅传说俾你听下啦。传说早年在香港岛南区一带有一条瀑布，这条瀑布的流水形成了一条小溪，由于溪水香甜，海上往来的英国商人经常来到这里拿水饮用。后来这条小溪出了名，就被人叫做香江，而由于这条香江的水最后会流出大海，所以形成的港口就被称为香港了。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？不知道、啊、等我讲多一个红香炉讲的传说给你听啦。话说古时有一个红香炉被海水冲到去现今铜锣湾的位置，当地乡民就在那里兴建了一间小庙，还用了这个香炉来上香。后来这间庙的后山就被人称为红香炉山，而庙前方的海湾就称为红香炉港，其后渐渐演变成全岛的名字，就是香港岛了。吓、啊，咁都得？究竟哪一个传说才是真的呢？关于香港这个名字的传说呢，其实有很多讲法的。咁咧，我觉得有一个比较即系接近的，就是东莞的地方出产一种管香，又叫做香木啦。咁呢個香咧就會係運送到香港一個港口，集中咗，然後再向外咧係出口嘅。咁呢個地方咧就係香港仔。咁因此咧喺明代嘅時候咧，呢個地方咧已經叫做香港噶啦。不過呢啲都係傳說嚟嘅，所以淨係可以作為參考咯。講完傳說，依家不如講下香港開埠嘅故事啊！咪住，開埠呢個詞語究竟點解先？开埠其实就是指1841年之后呢，香港被英国所统治，逐渐由渔村发展成为商埠。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我带你出去行下，睇下一啲有关香港历史发展嘅地方啊。好啊。伟文，呢度呢就是香港岛嘅上环，你睇下后面有牌写住乜嘢？咪水坑后街咯，有咩特别啊？水坑口街的英文名意思其实就解做占领。在1841年1月25日，英国海军强行登陆香港岛的水坑口，亦即是现在水坑口街的位置。三叔，你讲笑咋嘛？呢度都不是海边，英军怎样登陆啊？其实在香港开埠初期呢，这里真是海边来的。香港开埠之后，经过填海计划，海岸线先至由皇后大道伸展至依家干诺道对出嘅位置。英军喺登陆嘅第二日，喺依家水坑口街嘅位置进行鸣炮同埋升旗嘅仪式，代表佢哋正式占领港岛。之后，香港就成为英国海外嘅殖民地，香港嘅历史亦都从此改写。等阵先。你说英国占领了香港岛，但是九龙和新界呢，为什么又会一起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的？香港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呢，就要由林则徐禁鸦片烟开始讲起了。在19世纪初，英国商人将鸦片大量输入中国，不单止影响到国民的健康，还令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，清政府随即决定查禁鸦片。1839年，林则徐到广州禁烟，
缴获英国20,000多箱鸦片，并在虎门销毁。正当中英关系紧张之际，尖沙咀村民林维喜被英国水兵殴毙，英国拒绝交出凶手，跟住就爆发了鸦片战争。由于清政府无力抵抗，终于在1842年8月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，香港岛正式被英国所占据。其后英国联同法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，迫使清政府在1860年10月签订北京条约，将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土地和昂船洲割让给英国。到了1898年6月，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展托香港戒指专条，向中国租借深圳河以南、九龙界限街以北的地方，再加上附近200多个离岛，租借期是99年。不过，究竟租期99年是根据什么的准则去厘定的呢？租期99年是根据德国租胶州湾时候定下来的。最初德國提出100年，但是清政府覺得100年太長了，不如減一點，減1年，德國同意了。於是後來很多的租借地都是用了99年。英國在租新界和佢附近的離島的時候，都是用了99年這個年期。啊，三叔啊，香港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之后呢，对日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啊？香港在开埠之前是一个简朴的渔农社会来的。到了1841年呢，香港就开始了第一个的大型市区计划，正式开始城市化。当时英国人在香港岛的北岸中区附近动工兴建女王城，作为当时香港的政治和商业中心。1843年，为了当时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，更加将女王城改名为维多利亚城。咁究竟其实维多利亚城的范围有几大噶？维多利亚城最初的范围就是由西营盘到湾仔一带，随着香港的人口不断增加，逐渐发展成所谓的四环九约。四环即是指西环、上环、中环和下环。下环？乜有下环的咩？下环大概就是现在香港的湾仔了。香港在开埠之后，香港岛就兴建了很多不同具有殖民地特色的建筑物。伟文带你看看。咦，去了哪里？在那里。三叔，座教堂好靓啊。是啊，这里就是位于中环花园道的圣约翰座堂来的。它是现存在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西式教会建筑来的。圣约翰座堂是香港开埠之后第一批兴建的教堂，因为圣公会是英国的国教，所以当时的英国人移居香港之后就兴建教堂，以方便进行宗教的活动。在这里我们还看到当年兴建教堂时在装饰上的殖民地风格，例如西面大门上面有 VR 两个英文字母，就是当时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英文缩写啦。哈，唔知呢度有几多年历史呢？佢已经有超过160年嘅历史噶啦。圣约翰座堂系喺1847年奠基，并喺1849年落成启用，而家佢已经成为香港嘅法定古迹啦。估唔到呢度有100多年历史。但是都仲保存得咁好喎。其实除了圣约翰座堂之外咧，香港仲有唔少啊，开埠之后兴建到依家仲保存得好好嘅建筑物嘅。咦，三叔你去咗边啊？伟文，伟文过嚟啊！嗱，呢度咧就系位于中环红棉路啊，建于1846年嘅旧三军司令官邸，佢就系现存喺香港咧历史最悠久嘅西式建筑嚟嘅。但是为什么三军司令的官邸又会起在中环这里呢？其实英国在1841年占领了香港之后，他们就开始在中环和金钟一带驻军，所以呢现时最古旧的英式军事建筑都在中区这里。
呢度原名司令总部大楼，到1932年改名为旗杆屋。大楼直至1978年之前，一直都仲系三军司令嘅官邸，但系而家已经变成茶具文物馆啦。其实只要你平时多加留意咧，就会发现咧，其实香港咧仲有好多咧具有殖民地特色嘅建筑物嘅，你睇下。嗱，伟文呢度就系德辅道中，你估下德辅系咩意思啊？我估德辅应该系一个人名啩。德辅道中咧，其实就系为咗纪念咧香港第十任嘅总督德辅爵士咧而命名嘅。其实香港仲有好多街道名都系以香港总督嘅名称嚟命名噶，好似搬咸道咁，就系为咗纪念香港第三任总督。天尼斯道就是纪念香港第八任总督，而利敦道就是纪念香港第十三任总督。咁嗰时嘅香港总督是由英国政府委派嚟管治殖民地时期嘅香港，由割让香港岛起，直至香港回归中国，一共有28任香港总督曾经为香港服务。而回归后嘅行政长官就需要经过行政长官选举而产生啦。三叔啊，我出世嗰阵咧，香港就啱啱回归祖国啊。咁其实当中嘅过程系点样啊？其实香港回归祖国嘅历程咧，都经历咗好长嘅时间噶。不如就由1982年开始讲起啊。1982年，中英双方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，直至1984年12月19日，双方正式喺北京一同签署联合声明。彼此同意中国在1997年7月1日恢复行使在香港的主权。根据一国两制的原则，回归后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利，而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亦将保持50年不变。伟文，你看看这里就是湾仔海旁的金紫荆广场，而在我身后这个就是香港会议展览中心。在1997年7月1日凌晨，中英双方就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了香港交接仪式，代表殖民地时代结束，中国正式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。同时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亦宣布成立，香港正式踏入新纪元。香港在回归祖国之后继续不断发展，最近香港更被一些机构选为世界十大旅游胜地之一，同时亦连续两年获评为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，可以看到香港在国际上的角色是几咁重要。其实香港的市民都曾经遇到不少的困难，但是都一一迎刃而解，所以香港的将来靠你们继续努力。放心吧，三叔，我已经下定决心，将来要为香港出一分力。好，加油！